你也想要做一组属于你自己的 3D 贴图吗？买猫去分身制造所，30秒完成你的贴图，走。拍起来，有看到我吗？是不是超可爱的？它的扫描真的很精准，因为像我衣服这种宽宽的啊，它居然都扫得很清楚哎、欸。有没有？我们刚刚马上咔嚓一下就做完了，真的，而且真的超快，30秒的时间。是30秒，而且你知道外面啊，一般你要建模的话呢，3D 建模大概半小时起跳。对，而且有时候还要穿绿色那种一点一点的衣服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很专业，就是要这样穿。对啊，像这个不用。对，但是建议呢，如果你要来拍这个的话呢，我们衣服要穿比较贴身一点，紧身一点点，因为怕会有破图的问题。对对，那女生的话真的是建议不要穿裙子，像我刚才穿裙子的话，前面是真的有一点点害羞、啊、有吗？啊，有一点破图。我们建完模之后呢、嗯，要怎么使用它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下载 MyMoji 的这个 app，、哦、然后你的人像就会在这上面。那它除了可以做 LINE 贴图之外啊，它还可以有一个叫 AR 影像，就是你可以跟你自己的照片，就是你的动画，可以跟它一起合照啊，然后发限动这种这样。再来，我们就要制作那个 LINE 贴图，你就点这个 LINE 贴图，然后它有分8组。8张、16张跟24张，就是选择看你想要做哪一种。然后，而且如果你今天有朋友的话，对，你们比如说有4个人，然后你们还可以做成同一张贴图，哦，好方便哦，很可爱啊。所以它最多只能4个人。对，我记得是4个人。到4个人，这个其实我觉得很推荐，就是说你家庭啊，或者是说情侣 啊，或者说闺蜜们。哇，大家一起来拍做一个纪念啊！尤其是刚刚提到小朋友容易长大嘛，对，所以如果是小朋友拍到一个年纪，他就可能长相又换，那你就是可以拿来做个纪念。对啊，每年拍起来都长不一样。对对对对对，如果你是准备有去打算整形，你可以来这边做个纪念啊，好不好？至少以后不会看到贴图上原来我以前长这样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他现在很贴心，他这个 app 呢，你这样做完呢，你这个贴图做完之后呢，他有一个这个优惠码。对，如果你的朋友看到你这个贴图呢，也想要做的话，可以折抵50块。对，然后你就可以分享给更多朋友，大家一起来做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可以做个纪念。而且啊，你建完一次模之后，因为他们都还会上架新的不一样的模板，那你就可以再购买其他不一样的贴图。所以说，等于是说做一次建模啦。对，然后后面的贴图就会一直更新，你就可以一直下载来用。没错，而且它有时候会有限定，像中秋节他们就有在月球漫步的那一种。就超可爱的、哦、就可以买这种特定的贴图哦。而且我刚刚才知道它那个价钱其实蛮便宜的哦，一般像这个建模啊，他们的原定价是999，对，那现在推广价只要399，对，所以非常划算，你看折抵非常多。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赶快趁这个机会啊来这边建个模。对哦，然后如果详情呢想要知道更多资讯的话，就上他们的这个 MyMoji 上面看一下他们的价钱，好不好？嗯， OK，那今天我们的体验就到这边，非常开心，超好玩的、哦、然后我们今天来到这个资讯展呢，我发现呢、嗯、我们跟世代有一些鸿沟，真的，我们跟下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可能已经快没办法沟通了，我们快要跟不上了，因为他们现在的学习呢教育都是用3C 产品还有平板来做上课啦，日新月异，对对，进不到什么时代，我们也说要 update 自己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加开启小铃铛。对，我们如果有更多资讯呢，会分享给大家。对，好，各位干爹干妈们啊，赶快有活动资讯，想要我们开箱的话，请 email 给我们，对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次见了。可以不要 email 吗？私讯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好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本节目由486团购提供，最新最棒的家电，现在就上486团购。